坐。你敢问人家门口了吧？这个店没开了吧？这个店没开了，这个店没开了。没事了，没事。这个没了，想说再给他唱两句。来吧，这个哎，上面叠个玉米粒，至于吗？都掉地上，你还吃？掉滑上，没有掉地上。哎呀，这烤肉都关门了，好像。我去外面帮你开门吧。哎，打得开吗？我靠，兄弟们，怎么搞的？妈的，这凉了呀！这他妈凉了还好，感觉打不开吧？打不开啊！啊？打不开啊！因为要吃点劲儿。花我帮你拿着来。哎，没事，兄弟们，只要营造出那种两口子的气氛就好了，答不答应慢慢来。好了，给你抱着。放这边啊。那我来关门，我来关门。你把花放车上。没有，放里面一会儿着，一会儿着火了，一会儿。怎么会着火呢？我捧着花去吃东西。嗯。捧着花吃东西，别人不给我们吃吗？那就啊，他不给我们吃东西吗？可很尴尬呀，不想引人注目嘛。这有什么尴尬的呀？不想引人注目嘛。嗯，没事，走，我们进去吃火锅，吃烤肉。尴尬啊！这有什么尴尬的呀？走。走啊！我帮你，对对对，我帮你。用手啊！我帮你开门，好，对。完了，没点眼力劲儿，我操！啊，就两个，啊，坐这边吧，坐这个位置吧，这边挺好的。嗯。来，这锅可以往边上放点吧。你放上面，放上面呀、啊。素的，要不喝点酒？你爸开车不好。不开车了。你手机去哪儿了？在前备箱。我手机去哪儿了？在车里面，在车的那个。车的前备箱里面。啊！我手机在哪儿放？在车里面吧，应该。哦。这找一下。拿手机了吗？拿了吧，我这。手机吗？你就放前备箱了呀。没事，菜上就完事了啊！拿手机。在前面放着，前面放着。真的，在前面。怎么可能会在前面？啊？那你要那你要，你不是说你前面坏了吗？那你要车里面找一下看一下。那怎么开呀？啊？在前面，你去前面找一下。那怎么开？你去前面找一下，前面找一下。哦，行。得了吗？得了。这不是你的手机，是我的手机，这个。这是我的手机。这是我的手机。你看一下前面有没有，妈妈，你帮我拿包烟呗，你帮我拿包烟呗，在前面。有没有秘密？没有，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啊。干什么？干啥呀？弄得浑身不自在，干什么呢？你先点菜，我去买包烟。
翻翻车怎么搞兄弟们，我操，空大了，这大点他妈放空了，我操，这搞毛线啊，怎么搞啊，有烟卖吗？没烟抽了。竹鸟养生里面有没有烟卖啊？哇，兄弟们，怎么搞？哎，你说刚才他的表情，他这到底是什么鬼啊？啊？他那个表情跟那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情况？啊，凉透了吗，兄弟们？是不是凉透了？他这是兴奋还是？哎，是不是因为我在直播，他表现的有点不太好意思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从我跟他进门的这一刻起，应该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小两口，这是一对儿。哎，这地方有个超市。啊，有没有戏，兄弟们？有没有戏？不懂，兄弟们，我真的没怎么谈过恋爱，你知道吗？不懂这些，因为我人比较直。哎呦我操！荷花啊，不行，今天不要，我不要绿色了，来包红色的，必须不能抽绿色的，今天以后戒抽绿色的烟。中华，嗯，远的近的，什么呀？70的，40的。啊，70的，70的。70的。啊，反正不能抽红绿色的盒盒了吧？不能抽绿盒了，绿盒的搞不得了。就是平时抽绿盒的抽多了，我操。哎，我操，兄弟们，难受啊！我操，没有兄弟们，我认真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就平时就怎么说嘞？就是你平时直播，就是做节目效果的时候，就人就特别的嘴就特别的滑，就特别能说。然后一旦动真格的时候。一动真格的时候，感觉整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会说话了。我怕害怕说话，知道吗？就很多话都说不出来，都张不开嘴，然后就他妈特别难。你们不懂那种感受，就直播跟不直播完全是两种概念。老铁说还有戏，只是刚才你太注意前辈香了。我操，怎么搞啊？自己开口啊，别等他猜啊。女孩脸皮薄，就不好意思。我讲他刚才应该明白，兄弟们。啊，他害羞了，有戏，跟他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，七七八八了。我讲兄弟们，他刚才，我操，这么多人给我出谋划策。嗯，猫猫小胖喜欢很久了，这是应该是给他看的。不是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他应该明白。我跟你讲，刚才我给他放那首歌的时候，放那个方便面的时候，他应该有反应，知道吗？他应该知道我的意思，但是他就是有点，第一可能是质疑我，第二觉得太突然了，然后还一个就是。已经没戏，他都给我放凉了，放两首。两首凉一放就没戏了，要是。哇，他会不会看直播呀？哈，完了，不能再说了，我感觉他是看直播。
吃啊，你点菜啊，给你。他们说什么呀？啊，好可爱。哎，毛毛，有句话我压在心里面很久很久了。这句话压在我心里面太久太久了，我今天我跟你讲，一会儿我要先喝两支健康白酒，然后我就必须得大声的把它说出来。你等一下要开车吗？没事，你开，反正你也会开车。那等一下如果刮到、蹭到、撞到了，要我赔钱吗？刮到、蹭到，我赔。等一下，那个把录下来。没事，他们能听到我说话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说什么？刮到蹭到了要我赔吗？不要你赔。你把完整的说一遍。一会儿我喝酒喝多了，猫猫还吃，刮到蹭到的话都算我，跟猫猫没关系。还有，那还是别喝吧，这你喝的太可怕了。嗯，说那还是别喝。为什么呀？你喝酒太可怕了。我喝酒不可怕。很可怕，我怕你又抱着我的腿。